当年我们请这个王宝和老先生来，这三仙归洞是老先生一个代表作，哎，没错，哎，今天你既然是他的学生，不给我们露这一手，我觉得你这怪手我们就不承认。看看三仙归洞，哎，金派戏法很具有特点的这个三仙归洞代表的手法，咱们大伙一块玩一会儿，好好，行吧？嗯，东西简单不复杂。用到东西就这么一根吃饭的筷子，哎，两个小碗，三个小球，嗯，中国的古典戏法三仙归洞流程都明白，把球放进碗里，嗯，是吧？对，看手底的速度，仔细看，别眨眼，来，一二三，再看一次，手里没有，嗯，慢慢的把碗拿起来，别晃你眼神，扣上它，空的吗？空的，空的，盯中间的球，别眨眼，拿起来，注意，扣上，盖上，把这个拾起来，拿筷子捅，进，走。来，两个，没看清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越来越快，拿起筷子来，轻轻一领过，再打开碗，就是掌声。哎，三年学徒啊，学的就是他，这个很正常。看的是什么呢？真正卖手法不能光这样演，在我表演的过程中。猜一下，这叫互动。比如说碗盖在这儿了，球在手里攥着，为什么张手就进去？画线为什么到这边来？只要你能猜出来碗里是几个，当场喊一声停，叫停，我停下来，碗不动，手不动，让你们猜猜看碗里几个。好，行吗？好，动作放慢，看着啊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就慢慢的把碗拿起来，你看，扣上它，没有，捡起来。三仙归洞这谜在这儿，看着啊，搁在手里头，拿起碗来，再看一次，扣上一个，盖上一个，拿起来一个，清楚吧？清楚，够慢吧？这碗一个，这碗一个，手里一个，对吗？没错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，有说不对的，那觉得碗里有几个？这个碗没有是吗？空的，这个碗里头呢？啊，要主持人打开碗行吗？打开碗，真能打，打，咱可没排练啊。打开，几个，几个，还两个还，我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他认为是这样。你认为我碗盖上了，这个球拿起来，看着我放进去了，其实没放，是这意思吧？又拿出来了，一扣扣进去了，是这意思吗？让你心服口服，来，再猜啊，再猜一回，碗里几个？一个，一边一个，没错吧？让你看看什么啊？还摇头啊？还不对啊？这样要还不对，我就救不了你了啊！还不对，你这孩子质疑心太强啊！一边一个，没错吧？这没错。看看多少，把它放进碗里，有一边多，一边少了。猜猜多少？别眨眼，注意，拿起来走进去，哪边一个，哪边两个？哪边一个，哪边两个？啊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两个，是不是？这边两个，一画线过，那边两个。哇！这边两个还，我听刚才要喊这边两个的啊，你要猜这边两个一画线回，那边两个。哎，大小通吃，他们没鼓掌是因为想看看这个碗，是吧？来，这就可以鼓掌，来，那得了。哇，我有一个问题好奇啊，就是你看您这个道具啊，有没有人质疑过？你看它是软的嘛，好藏啊！哎，就正好手里，你看这对呀，这俩一攥都进手里了，是不是？认为这个一捏就小了，对，是吧？你敢不敢用我给你准备的道具？准备了吗？给他找一个难度高一点的，是的，也是小球。哎，我看看准备什么东西。行，我给你拿上来啊，瞧瞧，你看是不是也是小球？你是饿了？怎么想到的？糖葫芦是硬的吗？我这个手机不光硬，这个还很粘。要不您尝一口？我甭尝，这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啊！粘手粘碗，对，是吧？慢一点可能放进去就带出来了。哎，对。如果拿这个都变了，真的，这个怪手，我觉得我们必须承认。好嘞，咱们这样，我摘几个下来啊。行，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的坏。我觉得一鸣你真的特别不厚道，真的，嘿，这已经快粘上了啊。用它试试啊，看看手底的速度。来，一二三，手里没有，看好啊，碗盖上，快快在这儿拿起来，扣上它，盖上它，把这个捡起来，用筷子指进，两个，这个碗别动，盖上这两个，用手去抓，就在这儿进，能看见吗？
年的，还哇！天哪，服了服了服了！这回行了吧？真的，来把我那个篮球拿上来。篮球，你比我更不厚道。不，这确实看出来是真功夫了。对，这个而且当年我们这个王宝和老师来的时候，也是变瓶盖。变这个肉，这肉就挺滑的啊。对。但是这我觉得杨凯这又更进了一步啊，这糖葫芦也挑战成功。这一开始的时候演三星归洞啊，拿的红绸子啊，绸子包的头发啊，这么来，后来改成海绵的了。海绵球。能换东西的基本上就是我们爷俩。